他骂都不会骂，他最多就念叨你几句，就是听到烦，你知道吗？没必要。谢谢公哥的新年快乐。公哥不喜欢看烟花，哎，你小子有点东西啊，公哥。哎，郎才，哎，他会那啥，就挺那啥的，不想念叨。谢谢公哥新年快乐，谢谢公哥，不想让他老念叨。你可以点出来多久了？出来一个多小时了，出来一个多小时了，有了。好，老板，我们八点多出来吧，应该下来都八点半了。下来都八点半了，说好的千元榜弹词下，你他喵的，你好啊，你小子，老板，喵的，他好，弹词下，气死，十下，他在看弹幕，哎呦。哎呦我操，吃下喵的烦死了。谢谢公哥，感谢公哥新年快乐，谢谢公哥。哎，打不回去，没有人帮我。谢谢公哥，打不回去，没有人帮我。安春秋哥，谁呢？还没干嘛呢？挺狠，对呀、啊，月夜哥，他妈走！咋不说你大爷的？说了一路弹我，你现在又说弹马走，弹都弹完了，你看我干嘛？你看我的额头。你看我的额头，你看我的额头，弹完了。月月哥，我跟你讲，这小子弹我巨狠。那你弹我不也是？不用说了，那你弹我不是嘎嘎响，还在说我？为啥呀？因为刚他安排的呀，就是一组幺八八，幺八八新年快乐就可以弹一下。弹脑壳崩，弹一下嘛。然后我今天捏了他好多下，他现在就弹我就那啥了，他啥弹我就使劲给我弹。那你还不是你弹我不也是每一个都想的？谁让你不看弹幕？你不是说弹十下我就那弹我的呀？你自己都说了一路说弹我弹我。哼，你还好有帽子遮。好痛，脑瓜子清痛，去买点，来你在这等我，我进去买，里面信号不好，你们在这等我，去买点瓜子，买走鸭子去，安豆豆，这帽子有意思，我给你看个更有意思的。能啊，哇，老马榴莲，老马，老马你看这是什么？哇，对呀，会动的呀，你才知道吗？哇，老马。妈榴莲哦，阿妈，感谢订阅。买不起的，毛盖子了。你说一下你要看到阿丁子吧？你十一个呀？我没抬的个呀？哪个宽了？哪里有七百块钱？是个大个的。买，真的买呀？这么豪横的吗？感谢呀，这个要凑1500个新年快乐才买得起我。没有，当时你
发太子金的单给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一千二。哎妈，可以。去买个呀。去买几个呗。中一两斤的了。已经起包了。老马，老马想吃，我也想吃，不吃了，太贵了。这不是咱能吃得起的，那边那里信号不好，你知道吗？我只能在这里。还明白了就放弃，谭老马，你得重新安排了。对呀，射手哥，射手哥，我刚刚放烟花了，你来晚了，射手哥，哎，射手哥，不买榴莲，榴莲太贵了，买不起。哎，告白哥，不买榴莲，不买榴莲，爽要爽。你还是最喜欢猕猴桃呀？猕猴桃我也喜欢吃，但是冬天的猕猴桃就不好吃了，因为它熟不了，就太硬了。我上次之前天气热的时候买了一箱猕猴桃，两下干光了，好就熟了，然后好好吃啊。然后后面又买了一箱，天气冷的就熟不了的，梆硬的不好吃。安妮生哥，火龙果，火龙果吃的会拉肚子，我不爱吃火龙果，吃的拉肚子。今天买了六个，20块钱，六个就20块钱呢、啊，这么贵？我上次买一箱。我一箱20多个才20-30块钱，丢的吧，不是给抖丢的。你二张牌去了，二张牌是啥？你要去打牌了吗？你说注意不地道，你等一下能讲那么一会儿。你要去打牌了吗？又发回酒给你，我打钱，我打钱。排九，好吧，我不会玩，我只会玩红二跟斗地主。赢了明天给我开首付。好嘞，那当然好啊。买什么？买瓜子，买了一点瓜子回去，不然怕挨骂。不会耶，我都不知道这是啥，几多钱？你就吃，你去吃吧。我去。你再去，你去吃。你的福可以。他可以拿个台的。你们也是从这地里挖的。啊，不对，不对你，不对你。走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兄弟们，回去了，快点保护我们。咋有点想弹脑瓜崩？你想弹谁，月月哥？你想弹谁？谢春风哥的新年快乐。月月哥，你想谈谁？干嘛你？你憋着笑死了，你知道吗？没有啊。你确定没有？是像没钱。对呀、啊，大年三十了，你想谈谁？月月哥，谈老马吧，怎么样？安徽一哥，老马谈了我10下。你谈那么仔细？徐二大吗？不是。啊！我不叫二大，就是二大，不叫二大，就是二大，我不叫二大，我叫二蛋。又改名了，他们要的这个人嘛。先回忆哥的虎梁和三哥，为什么不能谈妹妹呢？啊，为什么不能谈二妹呢？能不能把二大两二大改为二妹？好不好嘛？妹妹是用来保护的，放屁。那姐姐才是用来保护的，还梦里个。因为妹妹是你女神，是你个鬼，还女神，还蚂蚁个。你帽子比较难，算了，来来来，给你戴，老马。
戴呀，继续戴呀。把帽子给你吓的。不戴子，说你是赌徒，你不是，我也不懂，还有我哥，你肯定不是，我也不玩牌，我也不懂，小玩没什么的，不要沉迷于他就可以了，就是你玩这些东西都行啊。还行，那个老人能好，对吗？嗯，最好看的。嗯，电脑更好公司。你这种男的，不愧穷不愧。嗨，就是男的，那个老人去胡桃的多些搞来听的。哎，不过胡桃妈的点灯。胡桃妈也得灯泡来的。你每年打牌都没赢过。今年赢。今年我帮你许个愿望，刚刚放烟花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们许了个愿望，祝你们打牌的时候赢到手软。真的，所以说今年你要是打牌的话，你会赢到手软。真的，月月哥，相信我。所以能不能不要谈我，谈老马好不好？赢到手软。我的妈呀，你输这么多，我的天，少玩一点呢。有你位置吗？有，都有。你说的要祝福你的，我不是给你送祝福了吗？欢迎南哥。搞这么大，你们打这么大的吗？打麻将还是打牌呀？想到啥说啥，哪有这一哥，这你就误会我了。其实呢，这些话在我心里面已经想了很久。斗地主。好吧，你不是9点钟就睡觉吗？十块一把呀，那现在10点钟了。我的妈呀，是不是很大了呀？这个，欢迎鱼哥，欢迎小虎牙哥。比赛还没看完，睡觉吧。别叫他睡了，还要看比赛。那你熬夜吧，熬到明天吧。十块钱，那他那啥的话，那岂不是那个？你昨天赢了300是吧，这一哥？哈，叫你睡觉你又捶我，叫你别睡觉你又捶我，他喵的，我就不叫了。不说了，是吧，这一哥？嗨，阿舅妈，你往哪打灯？你看那的都心里面的恭喜不行那的哈。恭喜，不可以那的。阿舅是谁亲啊？怎么穿？哈，没钱穿灯笼，我就是高我穿灯笼。谁亲你穿个穿的？不行，我完全行。今天双鞋怎么穿男的吧？可以个了，天，还梦里个，哎呀！哎，今天也穿的男，你啷个讲还穿的男？没。你跟我没关系，有关系。他妈的，金枪这个金狗。尴尬，哎，算了，累了，还不如诚实一点，坦白一点好，有什么的，你们尝不到。感谢梦里哥的火粮，今天每次干累的个穷，有点开心，输了我朋友。给你买了三个皮，给你买三个皮肤吗？给你，我的天哪！奖金那个年终奖就这样子输完了吗？年终奖就这样子输完了吗？每次那个时钟难稳哈，今天难痛灵啊，兄心安理得，操！朋友赢了3000。心疼你一晚上。哎，那也没办法，打牌不就这样子吗？就是反正小玩。还牛哥晚上好呀，就是小玩，适量的玩嘛，就不要太过于沉迷这玩意就行了，毕竟也就过年那时间聚一下。小玩真的
看小马，啊，瞅你家的。这哪里去？我们刚刚下去放烟花去了，然后现在回家了。今天回家了，回去了。太冷了，我的天，我手都僵了，手都僵了，你知道吗？走路回家，嗯，对呀，走路下来。对，我们走路下来的。哎，我们走路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在呀？啊，月月哥在。刚刚我们下来的时候，要走20多分钟，半个小时。快半个小时。对，快半个小时了，差不多。下来比较快，上去比较慢。嗯，上去全是坡的，那种斜斜的感觉。嗯，上去的时候，它虽然说这个坡不大，但是就是它就是有幅度。对呀，就是往上斜。嗯，就是累。啊，无相哥，先回家了，不逛了，这。都这么晚了，不在街上逛了，不安全。我现在很怕的。嗯，不安全。月月哥，你是哪里的呀，月月哥？没来过，还是小棍哥。没吃过，没输过，还玩不起。书生哥，你下班了吗？咋都不说话了？你他喵的这条路不说话，很安静的哦。没人呢。对呀，没人的哇，这条路不说话很难走的哇。嘿，醒醒啦，兄弟们，玩游戏，你看又在玩游戏了。欢迎浪仙哥。哎呀，有人吗？报位置，我送你们回家。好的呢，简单哥，你快点过来。路口，快点去。对，在我们前面路口。天呀，高脚铁来，我那都跟你讲，凶心怕心。欢迎嘿嘿哥，欢迎嘿嘿哥。去，你他喵的，快到了，嘿嘿哥，快到了。走了一半了。对，走了一半了，还有一半。你原来患者买包烟出去都不能走路，你买包烟你都点外卖吗？要不得，哪有带你们了呀，结果你们没带呀。你们都没来，谁知道你们都没来。你们放了，然后好多蹭烟花的来抽根花子。附近的都在蹭。对，附近的都在蹭烟花。不要，唉，你们那方便也没事儿，我们这没法，我干啥都得自己走，主要是晚上也太冷了，不想开车，开摩托，开小摩托，真的冷，不想开，走走还暖和一点。我有一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点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还会开摩托，小毛驴啊，电动车呀，哪里会开摩托？摩托不会开，腿都不够长。还敢开摩托？欢迎军师哥，腿都不敢长，还敢开摩托？不敢开，不敢开。
色化爱听。那不是吗？谢谢我这一哥，新年快乐！谢谢这一哥，这一哥。哎，今天哦，今天是云哥回家哈。嗯。这一哥回到了，这一哥早就回去了。谢谢吕吕哥的福利啊！阿琼，嗯，还可以吧？买个洗浴巾，几个给自家几双呢？那好，你想不到什么？我想搞你几下都想。啊，几块？你还没回？老娘还问你这些。那我在家，我家，是你家，我在家，你在家呢？哎呦，哎呦，这洗浴都飞了。你还没回？你要什么时候回呀、啊？回一个。为啥不拿驾照啊？因为没有去考呀，还没考呢，我都没考驾照。今年有车吗？哦，对，我没有车我。哦，对我，我没有车。喵的，说出来干嘛？我没有车。我今年要立个目标。今年，哎，不对，新年目标，年底再买一辆二轮。男朋友就行了，再买一辆二轮。对，去年就说今年买辆二轮。我找男朋友，我哪里找得到男朋友啊？你去年就说今年买二轮，结果拿了姑姑的不要的车来骑，然后呢，然后今年又说明年买二轮，他喵的，你有毒吧？你有毒吧？这个饼啊！我有两辆两轮的，那凑上去不就有四轮的吗？知道吗？你就不用买车了，我买不起呀、啊，买不对，我找不到男朋友啊，没有人喜欢我了。真的，我去年说，慢慢来，都这样子的。嗯呢，去年我说今年的目标就是买一辆小毛驴。是啊，结果我说去买，他们说买了没什么用，他放着就坏了。然后呢，我就去借我姑姑她不要的小毛驴拿来骑的，那小毛驴连喇叭都没有的，连灯都有点坏的。他那个也不好，那什么？那个头都不好的，歪的。好臭啊！好臭啊！老板，那喇叭怎么这么臭？干嘛呀？老喇叭吧！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味啊！老板，你怎么不洗澡？你才不洗澡。嗯，猪的味道。我要删到皮了，腿都喘。再不找就不好找了，已经不好找了。这好解决，远嫁过来就有车了，远嫁过来就有车了。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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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下面你还没看。不能抢帽子就过分了，你小子抢帽子你就过分了。嗯啊，要佛一下，弹了两个结果最后都崩了，弹了两个没事，拜拜就拜拜，下一个会更乖，知道吗？要记住这个原则，拜拜就拜拜，下一个就更乖，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他的问题，他不适合我。知道吗？欢迎黑森，欢迎哥。天气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四川，一个江苏，结果都不愿意嫁过来。你是哪儿的？四川、江苏都有点远的我。你是哪儿的？你们那很远吗？还是干嘛呀？我愿意那个。正常，我跟你讲，其实正常，很多就是父母都不希望他们远嫁，然后就是感谢订阅，最好就是对门的。对门，我觉得你知道我妈他们不也是天天说，哎呀，你看看，对你姑姑，我姑不是远嫁吗？对啊，其实。他嫁的也不远嘛，那广东嘛。啊，广东啊。对啊，然后。后面他们说很远呐。对，他们说很远很远。后面就说他都不来。全部亲戚都有，就是
有点拿他来做这个例子，然后就是说排挤他那种感觉。拿他来做反面教材。对啊，一直说跟我们一直在那说，从小说到大。对，我都哎，好无语。就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选择，我们祝福他就好了，何必要一直说人家呢？人家也不是说不想回家。对啊，然后后面他说：“你看一下他回来了吗？”哦，对，说的我也不想回来呀，他喵的。是啊，他们都一直在说他了，说的谁想回来？本来那会儿准备去俄罗斯种地，结果证件始终下不来。俄罗斯种地，你靠近俄罗斯吗？靠近俄罗斯那不是很，那不是哪来着？东是东北吗？东北哪个？是东北吧？靠近俄罗斯，是吗？那个位置我经常看别人捡那个猴头菇的那个视频是哪的来着？我忘记了。安心心，我经常看别人去摘那个猴头菇，摘那个菇啊，然后去山里面捡那些东西啊。我经常看他，我的天哪！还刘是个，反正他那里很冷，他那里很冷，也算靠近吗？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我忘记了。谢神话哥的火粮。谢神话哥的火粮，谢神话哥。要卡了。你边界有，就黑就磨合那股蛋没有？还磨合那股蛋？途中还磨合那股蛋？要卡了哦，前面要卡了，你们稍微等一下，冷个5分钟吧，我要走回家。这里要信号不好了，这里要信号不好了，稍微冷一冷，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准备靠户了，去买。哎呀，买，这是米浪，但是去。我爸要说话了，不会的，我爸都睡。发了，他可以用买，还有十一袋哦，他可以买。那今天方便发了，解决餐了。一半了，是分一半四，一半了，刚刚把四分。那里信号不好啊，我出来了，就那一段路不知道干嘛了，信号被屏蔽了似的，信号不好。可以的，月月哥，定个小目标，明天提车。这是文哥的虎粮。我们到家了，就那个位置卡，你知道吗？现在不卡了。哎呦，哎呦，还有云哥，我卡了。信号不好，哎呀，今年加油，奥利给，加油！看你我，妈，你为什么不跟我挨个走？因为这边的呀，
手机流量卡不是流量卡。变个之后你装，你好不容易去点买我装的。我就不。把宿舍窗把窗挨干干，哎，又是你扔的，嘎吱，说你扔的嘛？嗯，哦，那卡出来，这么近啊，还近啊？我们走了半个小时了，詹姆斯，十点，嗯，是吧？十八个小时了，我靠，还近啊！我手都僵了。烟花呢？放完了呀。真的啊，网家里的网是真的卡。这点路，还这点路，我的天！加特林不划算，放烟花了，放啊，云哥。错过了，对呀，我们刚刚上来，哇，放烟花了。走一个小时，我走一个小时，我都走了半个小时了。刚从奶奶家回来，才刚换完不久，我们都走了半个小时了，累死了，我的天哪，冻死了，手都冻红了，好冷。吃香四个的火粮。骑电车更卡，好像海底个。南方没有暖气，南方没有暖气，我们都是烤小太阳。送给你，要不要？帽子不打。帽子不能拿，帽子已经把我头发压扁了，再拿我就秃了。还柚子皮，那不能拿，那帽子今天晚上要焊在我头上。不是，这是我的，这不是夫妇戴的，这是我的。好冷。手都冻僵了，我的天！在烤小太阳，看，在烤小太阳。谢谢哥哥火粮，这帽子可以拿去打架了，可以啊，这样子打死你！哪里有空调？没有空调，不知道。感谢地面，不要问我这些问题。呀，哎呀，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他的还是他的，你想啥呢你？娘娘好吧，一乱看没走把去修狼啊，靠起我去回家。根本不好使，你们北方有暖气还有什么小太阳？捏了吗？成功捏了。你看二妹就不怕耳朵，这个耳朵也是我的。看
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那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我喜欢粤语歌雪糕不会没有啊吃的呀这老六没有人知道他买两个雪糕他咬两口每个他自己开了然后再咬亲姐妹呢只有亲姐妹才能做出这种事捏完还有没有他一路在想坏主意原来是买了雪糕之后他们两个都咬一口然后就给我好过分呀对呀好过分呀喵的一路上真的想收主意我就说他是在想收主意还在嘻嘻嘻嘻我就知道没好事那个难吃的给他吃了两个其实都不好吃亲姐妹对呀亲姐妹我可以谈谈吗月月哥我可以谈谈脑壳风吗安千龙哥你靠在靠中也疼安月月哥他不喊你哦那手的不要谈看到没有不要谈你要看我头发你来一个雪饼我给你看看什么摘下来薅一薅不行看什么摘下来薅一薅不行小卡还卡吗家里的信号家里信号太差了怎么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这位置没那么卡哦以前这位置不卡就只有这位置不卡那边都卡哦嗯好奇怪之前哪里都卡着的之前都不会还卡吗现在不卡移动啊移动啊就是移动啊对啊就是移动啊原来还是我卡卡小卡小卡一下现在应该好多了小卡小卡这个信号不咋地你问呗不是是因为那啥的问题信号的问题家里信号不稳定人太多了估计人陆续回来了在跟你抢着网用对人太多了你朋友来看哎你朋友你告诉我拿红瘦的谁给洗碗再给给他谁呀谁呀洗碗你谁呀你谁呀去买冰箱你吃了点吃吃都买点去吧姐姐那就说我就不会点我操别人都干别人都喊了你们原来看繁星的不是几大没有几大是吗到赣州了就在赣州一直在赣州了对啊曾毅哥曾毅哥你还在不在阿姨青蛙哥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看好了啊。好了。咋起来了？走开会。好，月哥。你才少呢！你要头发多高？这么多？谁没头发似的？你看，一把这么多，证明我没秃呀。这么多，这么多呢？真的有是的，这么多呢？还有皮干。你要看中间的。什么意思？我懂了。什么意思？不看，小孩子有什么好看的？你怕几口人也不住啊，你怕了，你怎么了？感觉屌吗？你大屌吗？我都不算不收钱。你是哪个屌吗？金哥，感谢金哥。干啥呀？你们看着我们吃吗？我给你发饭碗子。你们看着我们吃。大家看着我们吃吧。不说话的。现在不用说话。这咱们的，很好看，你错过了，没录啊，没录啊，没录。运哥，你看你的回放了，可以截回放给你看吗？柚子，我没录，我也没录，太冷了。对啊，拿着手机，我就没录。那你先截回放。旁边的人都在录。对，旁边的人都在录。我还看到了，我看到了，放那个视频看了，我看到了。这鹏哥都在蹭，截回放，都在蹭。很好看，都说那个也很好看。嗯、去年被他骗了那一个。嗯。你隔着屏幕看。会射到你，那肯定不会。对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这北方太贵了，这样子吗？为什么？北方不种柚子吗？哦，北方种得了柚子吗？都有贵，有地方贵，有地方便宜的东西。这小清新的回来，云哥你想看吗？下次给你那啥，有机会咱还可以蹭一个。嗯。真不敢靠近的，怕爬，不要爬熊蟹。没事的。老马敢跟你放。我都敢放烟花呢。老马敢放。就那也不是了，挺多地方都有的。嗯。
冬天的跑到前面去，大的哪种啊？春天。春天哪一种啊？不知道嘞。谁在骂你？谁骂我？肯定是云哥。云哥不会骂我。那是哪一种？5毛钱，现在都还有吧？好惨的，好惨的，云哥，怎么这么惨？我们帮你放，给你放，嗯。你们想听什么歌？月月哥想听什么歌？书生哥，你还没有回去吗？书生哥，书生哥估计还在。对呀，是这样子的呀。因为费贵嘛，都这样，隔了40年。隔这么久，怎么弄的？妈呀，放的什么烟花，把你烫成这样子！妈呀，完蛋了！哦，我会照。怪不得不说话，真一个，真一个，听你成，真一个，我听你成，真一个，为什么你不买一点那个？你不买一点囤的？我们吃的又是甜不甜呀？甜。这次是真倒霉。他怎么大丈夫？海阔天空。今天我以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无力奋不前言中，坚强爱却迷茫。哎，猫我啥写了？猫从哪个听啊？沿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自学啊，还要跟谁学呢？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了。他们要刘华朝天放的，怎么会朝你那放？对，我还在想，我说是不是烟花倒了，然后就那啥了？结果真的哎。喵的云哥，我怎么这么厉害？好闹，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见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无力分不清现状，天空海阔，是你的音乐，怎么会这么不便宜？靠海的地方便宜。嗯。不去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见你共我？我们也很少吃海鲜的呀，很少很少吃海鲜。
自我，样样够从我过，走遍千里，要有我这一心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抱起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抱起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要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好听吗，音乐哥？冷雨也在，感谢订阅。你们那儿也有，可以的，好吃，板栗好吃。一斤二手这么贵，我们要别吃了。嗯，别吃了，这么贵。我们这板栗几块钱，刚出来的时候生的几块钱，然后熟的话、炒的话就肯定贵。雨中漫步，那滑一点嘛。嗯，也是摆上来的。这哪个搞的？不像。啊，欢喜哥，消逝了。妹妹真可爱，他喵的。啊，海豚哥，都可以啊。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我知道我的心得不到，得不到的永远在烧的。说这话都是兄弟，现在你就是我的人了，知道吗？月月哥，谁说的？想吃自己炒炒板栗素吗？妈呀，我们家还有个有一个火锅吗？没有的，炒板栗素，没有的，惊呆了。雪梨酒，我以为你炒板栗素，你自己说，我们这有板栗素，想吃自己炒，炒素吗？炒素吃，没有的，我以为我听错了。啊，欢迎哥。板栗，板栗很好吃的，板栗煲鸡很好吃，对，板栗煲鸡汤很好吃，板栗煲汤还有板栗那个烧鸡也很好吃，砸毁掉，好多次，怕什么？我们都上树摇的，满头都是，对。别听他的，月月哥，别听他的。他是黑粉头子，对，他是黑粉头子，别听他的，月月哥，不要听他的，他是一个开枝守护的黑粉头子，不要听他的，对，他打入内部了，嗯，他自己都说他是那啥，老家几百颗，可以送一颗板栗树给我吗？对啊，江西的呀，和石头一起炒着吃，炒，这不很正常吗？那是沙不？跟石头一起炒，我们搞完就告诉你。对呀，江西的，你是老表，还挺好的，不赶你们，真好。我们那我那爷爷追着棍来打，哪能哪能，谁正在偷我家板栗？我看到是认识的，说你几句。对，因为好早，你别毛嘛。你比你这样
黑色的哦，是黑龙是吧？林姐，你上猫。拉爷爷那个吗？哪个啊？拆摩托车拉爷爷那个？哪一个？没事，好、啊，正义哥，正义哥，我又在吃了。真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啊，百丽有壳。我知道啊。我说炒个，我炒个板栗。啊，你吃不了，吃掉吃光了。单身狗，单身狗，我还男朋友，阳春人，哈哈哈哈，阳春人很搞笑吗？哈哈哈，是什么意思？真是哦。我们都是煮的，我们是真。我们真的，真炒也行。煮了之后不会。有男朋友咋直播？就是啊。有男朋友还会天天在那里闻泥巴吗？真的是。哎。把超市搬回家，可以不？可以分我点吗？比如说超市里那个巧克力，那个榴莲呐、啊。哎，那个榴莲可以不？超市里的那个榴莲呢、啊？正义哥，那个榴莲可以不？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那个。哎，不对，我点不？我跟你讲，你肯定也很喜欢吃，可是我怕你吃不完，我可以替你分担，我怕你上火，没事。这个东西我可以替你分担，我这人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火。榴莲都贵，贵榴莲吧，你买个榴莲我可以贵。嗯，欢迎小黑啊，能吃还怕那啥，我一边吃一边那啥哦，想屁吃屁不想吃，想吃榴莲。干丁呀，我怀疑你在蹭吃，没有、哦、我的意图没有这么明显吧。我的意图没有这么明显吧。我是会蹭吃的人吗？我又不是没有哦，我只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我是怕你上火，你知道吗？你上火人家得买凉茶，你凉茶 你多难受，你嗓子多难受啊，是吧？你吃多了你还容易发胖，是不是？你要为了保持你自己身材，我是为你着想，我这次都是处处为你着想，我的出发点就很好的，知道吗？所以说我这人我不怕，我可以替你分担。你怕上火没事，我替你吃掉它。下播装备我，嗯，这还能凑十个血瓶吗？还有猫哥有血瓶的，有猫哥有一个血瓶的。欢迎陈汤哥。欢迎海哥。血瓶有什么用？过任务用。这话问的，有快递，有快递不停运的，一个血瓶能捏我吗？一个血瓶可以不捏我吗？可以跟你说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对呀、啊，我们是直接下播的人吗？对呀、啊，我凑齐我就下播了嘛。对啊，有吗？没有吧，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吧。一个血瓶可以不捏我吗？嗯，月夜哥，不要听这个黑粉头子忽悠。对啊，这黑粉头子他喵的，我们不会秒下的，真的。灯，我每次下播都最晚，我跟你讲，熬他们熬到五点，他们要的十二点钟任务就更新了，你跟我说熬到五点。欢迎春色的，谢谢一切皆为空的鞭炮，好黑呀，你怎么那么黑，他喵的，就一块钱还实在虎粮给你，妈妈，
感觉可以。晚安，爷爷哥。我说你自己怎么那么多声音？你好了，好了，好声音啊！你别搞了，哎，你妈是海哥，我不知道。这种你们怎么有呢？还有没有过来试一试的？这一包爆恐龙的，拜拜了。你刚老马居然是这样子的人，林哥。没有。我们家还有个来试试鞭炮吗？那么一个光速下播，谁说的？我们是这样的吗？我怎么有光速下播过？对啊，我们没有光速下播过。我几乎都是11点、11点半、12点钟下播，他们快12点才给下，有点吵啊，那我把歌关掉一点，换歌。小妹没胖，是今天被你也肿了。你反脸了吧？嗯，快去吼的了，没有光速，所有的包包才下。嗯，对呀、啊。妈说是牛奶，你要啥？啊啥？是谁冰的？是谁冰的？嗯，是台冰的。那是谁拍？嗯，台冰的当时大概多。你咋都是这些嗨歌？直播嘛，你总不能放一天天放一模的歌吧？天天一模呀、啊。对呀、啊，那你天天一模，那我怎么办？那我一听这歌我也一抹的，那我就没有心思了呀，我就带不动你们了呀。对呀、啊、就是土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这么聪明呢？这都被你发现了，这都被你发现了，老祖宗。哎呀，老祖宗好棒棒哦。哎呀，恶心死他，他恶心我，我要比他更恶心。你恶心我，我要比你更恶心，我跟你讲。老马尘土飞远。几位前辈把我们看这么透，屁嘞，他们都是造谣，我跟你讲，月夜哥。不信你看，你天天来看我，你看他们是不是造谣。真的，我们巨乖，你知道吗？嗯，乖乖女，对，就乖乖女，又是那啥，我不是吃货。大哥们，先喝一杯。大哥们，先喝。吃的很少。对，吃饭我就吃这么一点。嗯，就吃这么一点。对，我吃饭就吃这么一点点。真的，骗你们干嘛？我吃板栗也才吃了几个而已。对呀、啊，我也是啊。你要给手机反个面。给手机反面看我们，不想看我们了，干嘛呀？这一个，这不是来不及了吗？就脑子已经想到了，但是手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没办法。这不是我想的，没有吧，豆豆？你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也不是我。停过了呀，停过了，月夜哥啊，不是。他去买单，他把两个雪糕拿去买单，然后拿完出来给都不给我，拆开咬一口，那拆开咬一口，那欢迎阿豆。嗯，好过分了，就跟上次他吃那个，他碗里的菜，他喵的两个都给我咬一口，一个都不给我吃，这好像防止别人吃他菜一样，他喵的。两个我都咬了啊。他想夹我碗里的菜，喵的，想屁吃的你。嗯，再一点。下次我也这样。没啥，我不吃。也吃。没啥，我不吃。很简单的呀，我不吃。护啥食？我这人从来不护食，乖得很，这人从来不护食，都是古食。
三斤痛的痛。嗯。啊？好噻。啊？我们家有血瓶吗？有哥哥有一个血瓶吗？你没有个照片？俺没盘雷的嘛。老马就是护士好吗？老马经常护士，护的时还少呢。播到五点，播到啥五点？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对啊。你们要去奶奶家？还播到五点？我一个。明天要不是要去奶奶家？对啊，明天要去奶奶家哦。嗯。带你们见奶奶，今天见外婆，明天见奶奶。明天很多人跟你讲。带你们见家长。巨多人。对，巨多人，我跟你讲，社恐。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庭。对，我奶奶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大家庭，我外婆那里就三姐妹，我爸那边八姐妹，等你都阿根廷的呀，老三。对呀、啊，哇，真的，我们那大，你知道吗？哦哟，巨多人，是口味，是什么口味？对啊，他是在试啊，什么样子？他咬一口，没有。他如果好吃，他肯定抢走了。又不好吃。好多人，很多人呢。是啊。巨多人，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人，疯了嘛！基本每一家，过年回老家吗？过年还要去一趟外婆家，那爱也吃吃。明天回是因为他们都约好的。对啊，像任性哥，他们一般都是年二十八的时候，就是初那个二十八，俺七我老子，然后就要准备商量着回去了，差不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每年都是这个时候，二十八就去。明天又可以喝酒了。明天又可以喝酒了，不知道奶奶的酒怎么样了、啊。应该好噻吧？这样。带什么麻袋？我们家还有吗？没有了吗？真的是，还能再凑凑吗？他本来就是个酒鬼呀。我今年回家也喝了呀。哦、oh, 对呀、啊、书生哥你忙完了吗？书生哥你忙完，你到家了吗？洗漱好了吗？今天的烟花你看了吗？在杭州了，你咋跑杭州去了？哦哦哦哦，我知道了，你是不喝了，不吃了，吃饱了。你是我知道了。那你是四川人，但是你在杭州定居了吗？意思是这样子吗？哎，少林刚刚都有过。我不是小白菜啊。欢迎小苹果。我是小白菜啊。好了，这里朋友多哦。你在那边生活了这么久，那肯定啊。放年假了，谢谢老祖宗。快公爵了，给吧。我们告别了。嗯，你告别。过年就在这里过年吗？过年呢？不知道我爸。嗯、哎呀，我们家还有人个凑一凑嘛，就还差十个血瓶呢。嗯，靠哪个？嗯。哎呀，一人一个嘛，我们就过了。哦，好了，下播。不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有群吗？有事没有群，你可以加我微信，爷爷哥。加他微信。啊、你把微信号发给我，私信发给我。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谢谢云哥，没事，再聊一会儿。我们不是这样的，谢谢云哥，你没有没说要下播，只是没有跟你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好，下播，关播，快点。不要当真啊。你呢？
谢谢云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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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万哥。嗯，啊，过我聊天呐，今天心情。十一三嘛，过了嘛，要个年弄那个年。嗯，发了，好好，欢无聊哥。干嘛想关播呀？对，关播了，走了走了走了，兄弟们，太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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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觉了。哎呀妈呀，我头怎么这么晕呢？你看，哎呦我肚子痛，哎呦我死去了。你看这人，对，手机没电了吗？是不是手机没电了？好多电了，喵的，充着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电了，不念吧，捏两下。欢迎春风姐 姐，欢迎春风姐姐，帽子给你扯歪，帽子给你摇歪，妹妹通宵，好的呢，妹妹通宵，那我走了，那我走了，我通宵，嗯，老马通宵，我溜溜球了，谢春风姐姐的火凉，谢春风姐姐热火，谢春风姐姐，我通宵，你咋听到声音了？他喵。大爷的，老六。欢迎 HK， 不通宵，老马通宵。哦，不通宵，不通宵。谢谢春风姐姐的情书。什么时候能给我报一个？对啊，一发入魂的那种，特别是那种一发入魂的那种。这么狗都不给我报哈。嗯。谢谢春风姐姐。中药好关点点。嗯。丑剧。啪啪啪啪啪啪啪，啥玩意？啪啪啪！丑剧熊猫眼，谁熊猫眼呢？休息去了。休个锤子，我都还没休呢。允许你休息了吗？允许你休息了吗？刚刚我说我要休息，你说那啥，真的是。哈？我之前就是在读大学呀。允许你休息了吗？嗯，你就休啊。真的是决战到天亮的，允许你休息了吗？嗯，就是就是，嗯，哼，那继续，算了算了，兄弟们，算了算了，我不管你。哎，你的钻呢？你居然把我钻给吓掉了！你他喵的，你可以自己下钻吗？你太叛逆了！你居然把我的钻吓掉了！你好叛逆呀。嗯，可以的。嗯，是不是你测的？我信个鬼。你是不是把我这一个的钻给吓掉了？谁去动啊，我都不知道这个钻怎么回事。走了走了，兄弟们跑路了。走了走了，我谁老六啊？老六是谁呀？老六是老满，我知道。走了，睡觉了，兄弟们洗澡了。明天带你们见奶奶，明天又见家长了，怪不好意思的，这么快就见家长了，而且见很多很多家长，对，怪不好意思的。走了。嗯，快跟我说晚安。对，说晚安吧。说晚安。怪不好意思的，天天带你们见家长。老祖宗，你才老六呢。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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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